偷换军械之人，孩儿已经查清。终有一天，我会将所有有罪之人都诛杀殆尽。 林不疑，你觉得以圣上的性子，会不会如你所愿，查个底朝天呢？不管圣上查不查，都得死。你可知错？这是欺君之罪啊！朕纵容你，也是有底线的。天下百姓的安宁，就是朕的底线。